码女星艾薇从选秀节目《森林之王二》出道后，在2020年以首支个人单曲《失重前幸福》一举拿下华语音乐排行榜日榜冠军，被封为最狂新人。之前她在 IG 分享过年期间回马来西亚与家人团聚的日常。哎呦，你哪卖你 Kiki？So I take this one as a dirty ringgit that one. Call customer service and cancel that. 一个青龙菜，一个妈咪肥皂鱼，各要自己一直放钱上去。短短几秒的影片就可以看到，艾薇总共说了闽南语、马来文、英文、广东话、中文五种语言。由于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的国家，因此常常需要转换语言，这对马来西亚人来说是家常便饭。不过这也让艾薇笑称，这就是为什么说话每次都卡住的原因。